警笛声大作，远警骑车急奔现场。原来这一名半裸醉汉竟然在车水马龙的台北市中坡南路当街持刀砍人，造成路过的机车骑士与乘客共三人受伤，幸好经送医后并没有生命危险，现场则有热心民众协助压制嫌犯，警方也立即上前将嫌犯逮捕上铐，并进行酒测，酒精浓度超标。信义区中坡南路发生民众酒后伤人案件，柯姓犯嫌傍晚饮酒后持菜刀于路口砍伤路过民众，分别造成三名伤者颈部穿刺伤及多处刀伤，所幸未造成生命危险。案发当下，路过民众见义勇为，协力制服柯嫌，警方到场后立即压制上铐。由于这名51岁的柯姓嫌犯曾遭查获毒品，警方一度怀疑他是因为吸毒导致情绪不稳，不过在他身上并没有搜出毒品，警方已经将柯嫌依杀人未遂、伤害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后续经检察官声押获准。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